Happy Happy Baby Baby， 唱歌跳舞动动脑，玩游戏。Honey Honey， 咕哩咕哩，我们我们越学习好开心。要脑袋猜一猜，没有问题不能够解开。动一动手脚玩个游戏，从早到晚都充满。大家好，我是柠檬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糖果姐姐。今天我们还有某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唱歌跳舞玩游戏哦。在跳舞跟玩游戏之前，先跟着我们一起动动身体，做做暖身操。跟着我们动一动，动动身体好开心。首先先吸气，太阳出来了。吐气，太阳上山，最小最小再变大，吸气，再吐气，把气吐光，太阳下山咯。好，来，月亮要出来咯。嘿，弯一弯身体，来换另外一边。嘿咻，好，来往前面压一压。好，来往后延伸咯。嘿咻，现在一起走一走，大家变成小鸭，抬抬腿。嘿，换一边，两边都要哦。再一次走一走，待会要变成跳起来的小鸭，嘿咻，嘿咻，很棒哦。好，来压一压腿，嘿咻，嘿咻，来换另外一边。好，准备手叉腰。小朋友做完了暖身操，身体有没有暖和了啊？那现在就跟着我们还有猫猫一起玩完了，耶耶！ Yeah! Yeah! 猫猫爱跳舞。糖果姐姐问问小朋友，你们知道鼻子最长的动物是谁吗？猫猫知道，长鼻子的是大象。猫猫答对了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又知不知道谁的脖子最长，还有谁的尾巴最长吗？来跳这首《谁最长》，你就知道喽。长长长长长，谁的鼻子最长？大象鼻子长又长，夏天喷水最清凉。长长长长长，谁的尾巴最长？猕猴尾巴长又长，各个树上荡一荡。长长长长长，谁的脖子最长？长颈鹿脖子长，树上嫩叶我先尝。长长长长长，谁的上脚最长？红河两脚长又长，单脚独立好漂亮。柠檬哥哥最喜欢的游戏时间，先来观察一下，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？小朋友手上都没有拿任何东西，哥哥姐姐也是。我知道了，小朋友们，糖果姐姐，今天玩的游戏就是帮小朋友咕叽咕叽咕叽搔痒的游戏。不是啦，我们今天是要玩模仿小动物。
哦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先问问看所有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看过蜜蜂啊？有。那蜜蜂长什么样子？会怎么样飞？哦，有的小朋友是有毒的蜜蜂，有的小朋友是没毒的，而且呢，而且有些小朋友的蜜蜂的翅膀是在头上的，很好很好。好，所以小朋友，当你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一起变成一只小蜜蜂。花蜜啊，有花蜜，对，好，来回来。好，既然认识完蜜蜂了，那问问看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鸭子啊？有。那鸭子会有什么动作呢？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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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厉害！所以呢，当我们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，就要一起变成一只可爱的小鸭，扭扭你的屁股，喝水。水，琪琪，好，回来，冷静一下，放松。刚刚是小鸭，那小朋友有没有看过青蛙呀？有。青蛙怎么叫？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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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好，青蛙是呱呱呱。那你们刚刚的小鸭怎么叫？呱呱呱呱。一样也是呱呱呱。那青蛙可不可以？呱呱青蛙是呱呱呱。好，一个一个来，来，菲菲，你说你的青蛙变什么声音？哇，嗯，这个好像是青蛙是。一文的青蛙是。咕呱咕呱，我的青蛙是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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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是一只呢很爱讲下下下下下的青蛙。所以小朋友，当我们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，就要变成一只小青蛙。咕呱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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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咕呱咕呱咕呱，啊，咕呱咕呱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刚刚有变成小蜜蜂、鸭子，还有青蛙。那小朋友有没有看过猴子啊？有。猴子会有什么动作呢？好，当我们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，就要一起变成猴子。放一个，待会呢，我们就会有不同的音乐，小朋友就要变成不同的动物。也邀请所有正在看节目的小朋友，跟着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模仿小动物的游戏。小朋友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范围就是这个绿色圈圈里面，一起来变成小动物了。Go！ 什么动物？好不好？好可怕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小朋友来放松，回到自己的家，会不会累？不会。今天这个游戏呢，除了非常好玩之外，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认识不同动物，它们有什么样不同的特性。嗯，小朋友，你们也可以想想看，还有什么儿歌也可以来模仿不同的小动物，像是。蝴蝶，蝴蝶，扇得真美丽。还有大象，大象，鼻子真那么长，那么长。怎么版本这么多不同的？还是漂亮。那不然这样，有些人的版本不一样，我们来跳个版本一样的，再玩一次好不好？好。模仿小动物 ，Go。我是柠檬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玉文。今天柠檬哥哥跟玉文要带所有小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些东西。玉文，你先看一下，你都有看过吗？有一些没有，有一些有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就跟着所有小朋友一起来认识他们吧。我们先看看上面第一张，这是什么？睡觉的床。床？那你除了睡觉以外，你还会坐在床上或躺在床上吗？赖床。然后跟那个我的娃娃一起在里面玩。哦，除了睡觉之外呢，还有赖床，还有跟娃娃一起玩，都会在床上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好有趣哦。那我们看完了床，来看看隔壁的是什么啊？彩色衬衫。很多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对。再看看第三张，这是什么呢？桌子。桌子，我们可以放东西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桌子隔壁的是什么？积木。你家有积木吗？有。有啊。是可以拼起来的，一块一块拼起来。哦，那小朋友要记得呢，玩积木或者是玩具，一定要记得要收回你的玩具箱里面，或者是呢，看是柜子里面。而且那时候我还要玩的时候，我要走过去的时候，都不小心踩到了。对呀，如果玩具没有收好，踩到会怎么样？很痛哦，好痛！我是小朋友，记得玩具玩要收起来哟。好，看完了玩具，隔壁的是什么呢？可以放在床头的台灯。台灯，记得看书的时候呢，或写作业的时候都要开台灯，这样才不会近视。那台灯隔壁的呢？垃圾桶。看完了上面六张图片，我们现在来看看下面的第一张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枕头。枕头隔壁的呢？椅子。那椅子隔壁的是什么呢？玩具箱。好，那隔壁的是什么呢？棉被。棉被。那我问看所有小朋友跟玉文，你们会自己折棉被吗？会。玉文你好棒哦，帮自己拍拍手。嗯，要继续保持哦。好，那在棉被的隔壁是什么呢？柜子。那你们家的柜子都放什么在里面？书本。哦，书本啊，那太好了，所以最后一个就是你们可以放在柜子里面的书本。没错，那我们看完了这十二样东西之后，现在就要请所有的小朋友跟玉文一起来动动脑，想一想，请问你们的房间里面会出现什么东西呢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玉文 ，Go。好，我们也请所有的小朋友跟着玉文一起想一想，在你们的房间会出现哪些东西呢？哇，好雀跃哦，玉文。嗯，看一看，想一想。还剩一样，你的房间还能再放一样东西？没有很多东西，四样放不完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哇，每个都想放。好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玉文 ，OK 了吗 ？OK。
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玉文的房间有哪些东西呢？看看第一张，哇，你房间有柜子哦。有。那你房间里面的柜子是放什么？书本，然后一些衣服。哦，有放书本，也有放衣服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原来如此。那来看看第二张，你的房间里当然会有什么啊？床。对。玉文的房间当然会有可以睡觉的床。还有这个是什么啊？枕头。是你的枕头就放在床上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最后一张就是什么？衬衫。那你最喜欢穿什么衣服？裙子之类的。哦，所以呢，这四样东西呢，就是我们可以在玉文的房间发现的东西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答案又是什么呢？如果不一样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像柠檬哥哥的房间就会有书。因为柠檬哥哥有个习惯，我睡前呢会看书。那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认识了我们在房间会看到什么东西。下一次记得再跟着柠檬哥哥还有玉文一起动动脑。拜拜。一起爱动物。大家好，我是糖果姐姐。我是妈妈。妈妈，糖果姐姐问问你。你知道有一种水生哺乳类动物非常的聪明，是什么动物呢？很聪明，又是在水里的啊，是海豚吗？答对了，猫猫很厉害呢，就是海豚。那今天糖果姐姐就来介绍海豚给大家认识吧。嗯，哇，是海豚呢。糖果姐姐，海豚到底是不是鱼啊？不是哦，你不要看海豚这么会游泳，就以为它是鱼类。其实海豚跟人类一样，都是哺乳类动物。而且海豚游泳的时候，尾鳍是上下拍动，跟鱼类的鱼鳍左右拍动是不一样的。那它怎么没有手跟脚呢？海豚是由兽类演化而来，所以骨骼结构中还保有四肢，不过手的部分已经演化成胸鳍，后脚也已经完全消失了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那猫猫，你知道海豚是怎么呼吸的吗？它没有鼻子耶，那要怎么呼吸呢？而且还可以在水里待很久耶。猫猫，你仔细观察一下海豚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孔呢？真的耶。那这个孔是做什么功能的呢？这个孔就是它们的呼吸孔，它们每换一次气就可以在水中维持20到30分钟。海豚真的好厉害哦。猫猫，你猜猜看，陆地上哪一种动物跟海豚是亲戚呢？跟海豚是亲戚，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河马。河马？哇，也太惊人了吧！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也吓了一大跳呢？海豚真的好可爱哦，他们都不怕跟人接触吗？海豚充满了好奇心。已经受过训练的海豚，因为对人类有信任感，所以其实是很温驯又亲近人的。哦，我也好想摸摸看海豚哦。海豚的身体圆滚滚的，不像鱼类是扁扁的，身上也没有鳞片，体内有厚厚的脂肪层，可以提供海豚身体热量。那海豚都吃些什么呢？因为海豚是肉食性动物，所以它们通常以较小的鱼类或乌贼为主食。原来海豚最爱吃的是海鲜大餐。那透过今天的介绍，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更认识海豚了呢？更认识了。太棒了，那下次我们再来介绍更多不同的动物给你们认识吧。现在要来跟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咯。小朋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妈妈等不及了，柠檬哥哥我也准备好了，小朋友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跳舞。